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带你去看非洲啊。前两天三八妇女节没给他们员工准备一些礼物啊，说了跟他们补上啊。今天买点牛肉，买点大米，让他们加餐一下吧啊。How many? Three kilo beef and some rice. 啊，反正猪场里面也不多，几个人的话，三公斤牛肉，再买几斤大米，应该绰绰有余了啊。我们让他们赶早一点，中午拍一下啊。现在肉已经买回来了。2 kilo or 3 kilo? 2 kilo、只买了2公斤，给了他5万块钱吧，100块钱左右，还买了一点大米啊、调料之类的。他们这边基本上都不用砧板了，就这样这种小刀切成一块一块的炖，乱炖了。那个西红柿跟那个洋葱这些估计是必不可少加在里面的啊。今天也算是让他们改善一下吧啊，前天没跟他们改善。现在已经在做这个米饭了啊，他们也基本上很少吃这个大米的。牛肉的话已经搞好了，看一下，这个卖相都还可以啊，红烧牛肉，反正这样炖熟就 OK 了。All here。杰弗瑞跟玛塔也过来了，我叫保姆专门把他叫过来的。Here, 杰弗瑞。Meet today. Here. 也几天没看到他了啊。刚去 Liberty 清关回来，拿了瓶饮料啊，看见这几个小孩子拿着喝，三个人分着在喝，早知道多买几瓶回来了啊。看一下若死会大哥，这里也好久没用了，刚刚玛塔他提点水过来把这里整理干净一下，等一下中午吃饭就在这里吃，宽敞一点啊。就是米饭跟牛肉啊，这个小家伙都守在这里了。Rose, you wanna eat meat?那个小家伙也是守在那里。他们家照顾舒服。三五个人吧。叔子还有两三个，等一下一起过来。看一下，搞点这个牛肉汤，也是比较好吃的啊。叫保安也拿个碗过来装，拿了这么大个碗。他问我还要不要给我留一点牛肉，我说不用了，他们一起全部把它分了吧。其实两公斤四斤。这么分下来的话，一人也吃不了多少，两三块吧。这帮员工真的是以厂为家啊！疫情期间，包括现在放假期间，吃住都在工厂里面。不过拉长啊、布林娜也在那边，他们自己在做。这员工都还可以，因为毕竟经常照面嘛，平时也会关注一下啊。今天也算是补偿三八妇女节啊，算是一点小礼物嘛啊。就相当于是个加餐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 Rose 叔叔阿姨再见，再见。